界报道。对，今天彩虹新闻呢，有我杜菲菲，有我朱克亮，对，两个人联合为你服务。对，那么彩虹新闻呢，是综合社会世界各种新闻媒体融入综艺节目，做立即立体报道。对，这个别看稿了，哪有新闻报告新闻在看稿，马上就要讲了。但是你在讲比我看还快啊，我怎样报道啊？当记者啊，要注意礼貌，要注意仪表啊，特别你那个满嘴台湾国语怎么行呢？啊，怎么速界报道？对啊，速界报道。不行啊，你这个本身嘛，报告新闻呢，咬字就要注意一下，咬字。来，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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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，我是，诸葛亮，诸葛亮。好，可以，好。彩虹社消息，汽车界狮子会呢，今年在台北举行。那么全世界有40,000多名狮友呢，已经到达台北，然后台北市政府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游行。那我们现在请社会新闻、社会记者报道，副播贺一航、黄西田，还有记者群们为你做详尽的报道。哎，你不晓得这个国际狮子会最近有40,000多名的这个狮友在台北开年会吗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只是说里面怎么有咚咚咚咚锵，这个文不对题呀、啊。哎，你就不知道那天花车游行的时候啊，有那个舞狮啊，舞龙啊，你知道那个乐器是用什么的吗？那个鼓嘛，咚咚咚咚，对嘛？对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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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再吵了。这个总而言之啊，有那么多贵宾来我们这个宝岛观光，我们要做这个地主之谊哦。我准备带他们到华西街啊。对对对，华西街这个太夸张了。没有，这个是观光夜市啊。观光夜市，如果是海鲜的。对对，如果你不想去的话，我带到你隔壁那一条阿西街。你自己去，我才不要去。好，来，再来来再来，我们说声 hello， 来 hello。Hello,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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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把美梦变成快乐，心态真不错。你也去做，我也去做，才会有结果。你是朋友，我是朋友，朋友不怕多。你也去做，我也去做，情人别错过。Hello,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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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任何地方看到外国贵宾啊，我们要跟他们 Hello, how are you? You know me? 说什么？他说你换一下，你认识他吗？哦，你说，来你换一下。Excuse me, hello, my name is 贺一航。贺一航 ，What's your name? John Garnjos. Oh, yeah, welcome. My 黄西田，黄西田。I very hungry. I go to Taichung Kaohsiung to buy some cold song. Yeah. Excuse me. 哪有这种英文呢、啊？有，我讲台湾英文呢、啊。英文意思叫什么？是说这个我肚子饿嘛，到菜市场看到那个肉粽啊，好吃啊，我就蹲下去就吃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，I very hungry. I go to Taichung Kaohsiung to buy some cold song. You understand? Sorry, I don't. Oh, I'm sorry. He say he hungry.马上苦力做啥？啊 ，Thank you。来，继续报道。彩虹社消息：中华人工棒球队在加拿大6战全胜哦，那赢得我们今年第一个冠军。中华成棒也即将远征日本，我们在这里预祝他成功。对。
棒球队得到冠军，这是应该的。对，我们中华民国的棒球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，扬威海外。哎，他的手套和他拿球，投手才厉害。哦，他丢出去的球啊，嗯，会连呐、啊，会连哈、啊，也练呐、啊，会转、啊，哎，会转呐、啊，转标准的、啊，有的下锅球这样丢去啊，哈，对，这样，然后呢，这样，哦，棒球准。篮球也准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卧铺打不死，我总会回家来看你。当敌人不来欺负我，怎能离开你？让国内每个人民都要靠我保护。我所以要出征，就因为这缘故。哈啦哈啦哈啦！你怎么在？你是在当兵啊？是啊，怎么唱这首歌呢？我现在这个身的打扮，我是体育新闻的记者。哦，这表示我们棒球代表队呢将要凯旋归国嘛。好，预祝我们这个凯旋而归啊！哎，对，继续报道，耶。红色消息，考季已经来临，大专联考热战已经过了。可是呢，高中联考呢即将来临。对，在连续的考战中呢，我奉劝考生们，大家特别注意。嗯，今年假如没有考上，没有关系。嗯，三年以后再来。对，要有。三年假如再没有考上呢，15年以后再来，还有30年以后还可以再考呢。假如再考不好的话，我们教你一个办法，你就弄一点酱油，然后弄一点胡椒粉，然后弄一点辣椒。这样烤起来决定很好吃的。你在烤什么？烤鸭。谁这么好事的烤吧？好，我们请文教记者为你报道。很小的时候，爸爸曾经问我，我长大后要做什么？我一手拿着玩具，一手拿着糖果，我长大后要做总统。不好意思讲，我就知道，不要难过。对，一年不行，第二年再来，再来是不行，下一年再来。对，不行，下下下一年再来。对，再不行，下下下下下一年再来。那个时候已经老了啊，还是可以再来。不要难过啊，不要难过哈。好，慢慢考，慢慢。哎，怎么搞的？你干什么啦？小虫，你怎么了？我落选了。落考啊？落选呐？落选了。对呀。哦，落榜啦，落榜啦、哦，落榜！你选议员呐，真的？对呀、啊，看他这个样子啊，小学读9年级啊，九年呐、啊，中学读5年呐、啊，高中读4年呐、啊，到现在你不要看他这种德性啊。他不是个坏小孩啊，对，我不是个坏小孩。你是叫小虫是吧？对，改名叫老虫好了。他不是个坏小孩。我不是你们说的那种坏小孩，他是个坏小孩，也不是你们说的那种虚伪的乖小孩，他是个坏小孩。我现在的想法已经超出你们的时代，他是个坏小孩，请你们替我想想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，他是个坏小孩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报道。耶！彩虹色消息，暑期过，许多明星学校呢，立刻呢产生拥挤的现象。那么一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呢，为了使自己的子女呢能够顺利的进入这个明星学校的大门呢，费尽了很多心思。
这个我就是最喜欢这个日子了。哦，你为什么呢？哦，这个考试一来啊，哈哈，我不得了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发财了。我家住在这个明星学校隔壁嘛。跟你发财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读明星学校啊，户口要转到我那里啊，一个五百啊。啊，一个五百。一共一百多个啊，我家里爆满了。哈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吧。好，我们请文教记者为你报道。哎呀，两位大哥怎么可以这样讲我？我怎么会去当小偷呢？我是想敲开这个学大学之门，我要念明星学校。哦，敲这个门呐、啊！哎，礼拜天都放假比较多了，礼拜天呢、啊？明天再敲吧。明天再敲。好了，谢谢，继续报道。耶、yeah!。好，彩虹社消息。不得了啊，世纪大恐慌啊！因为本世纪呢，发生许多许多疾病，比如说发烧、感冒、上吐下泻、抽筋、爆血管，还有艾滋病。啊，这个我不会，黄西田、贺阳他们会。好，我们请医药记者为你报道。这个样子吗？哇！怎么？你怎么？你怎么？哇！你干什么？哎呀，好棒哦！哈、啊，你体格不错哈、哦。哈、啊，你答应我吗？什么事情？赶快讲！不答应你跟我，你自己答应我的。你说，要拜托你跟你妹妹说，叫她嫁给我呀、啊。你要我妹妹嫁给你，抱我干什么？拜托了、啊。你有毛病是吧？来，继续报道。社会消息，社会消息，票据法呢，在7月1号公布修订以后，3000多名受刑人呢已经释放出狱。让我们来听听这些曾经和票据法有关的人呢，谈谈他们的心声。刚刚唱的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歌是一个很有名的歌，叫做《黄丝带系在老橡树上》。是什么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好，我现在是个票据犯啊，那我现在出来了，我心里面很着急，我写封信跟我的女朋友说，如果你还爱我的话，请你在我们家的那条街上要系一条黄丝带。哦，系一条那个黄丝带。是的。结果呢？结果，哇，不得了！怎么样？满街通通都是黄丝带。哦哦。哎，你好像很得意是吧？怎么那么多嘞？那是因为他的债主都住在同一条街上。不是，是因为我有很多女朋友的关系。你那么厚啊！啊，来气头啊！好了好了，哎，好了，继续报道。红彩色消息，什么消息？什么彩虹色消息？我来报，你为什么突然抢来报呢？你已经报两段了，我两段都在旁边看，那到底是联合报还是我看你报？不是说我不让你报啊，不是我不让你报，你那个咬字啊。那么换我让你报。啊、我跟你讲，你那个咬字要好好学。对不对？你要做记者呢，那咬字吐字要清楚啊，要会咬，对不对？会咬，会咬，这样。你看什么烂字？咬住。哎呦，我待会儿下来再教你了啊。好，那个彩虹综艺消息，港星呢，有一位港星呢，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台北中正机场，让我们由现场的记者直接做的专访。
级巨星就要来到我们中正机场啊！各位稍安勿躁。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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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了来了。好，再送动。那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成龙。什么成龙？不是，他是谁？迪迦。他是谁？周润发。他是谁？洪金宝。我是苗小伟啊。苗小伟是谁啊？哦，上不上？谢谢谢谢。哦，谢谢。那你都不要了。哎，来，我帮你拿，帮你拿。哎，原来苗小伟才有这样多的话。原来是你啊。那你是来做什么？我是来这里参加我爱彩虹的。哦，原来是参加我爱彩虹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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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